空气大挑战真的超级火，君君一定要来试一下。随即进入一个房间考验我和粉丝们的默契的时候啦，粉丝还是挺热情的。那我们来出第一道题，第一个就选择粉色吧。翻一翻我的仓库，粉色的话，哎，刚好看到诺丽了，但是我觉得诺丽太贵，我们选择苔丝。哇，默契度不错哦，有人和我用了苔丝。虽然默契度不错，但是还差一点点，所以说我决定换个房间再试一下。哟，进来就有人发红包，那就抢一下吧，看看我能抢到个啥。好了，这些都不重要，直接问有没有人玩默契挑战，有的话请来到这边。哦，居然有人发现我了，来来来，我们来这里一起来玩一个默契挑战吧。粉丝都知道我喜欢紫色，所以说我们这次选一个紫色，刚好我们有一个娜莎尔，就用它吧。好吧，好像根本没有人换哎，咱们直接来第二个蓝色。我相信很多粉丝应该知道我肯定会用泡泡，对不对？我相信我的粉丝和君君是有默契的。我们看看这一波，这好吧，没有一个人换上泡泡的。再来一个红色，我不相信你们还和我没有默契。你是我的人，世界。不过呢，这么一堆人就只有一个小红帽，我这默契度还是很不错的哈。